我是那个人吗？咱们说啥？你叫我脱口的。你特性的故障中的什么情况？十个名咯，好啦，我欢迎。至少你去带十包嘅冰金包，哦，冰金包，冰金包啊，十包去。够要点晒咯？有要食啥物嘢无 ？OK。OK 啊 ，OK 只好听上。十包啊，卡车要紧咯，速度要上来，啊，速度要上来，哦，十个要夹个冰金啦，啊，夹个方便啊。我先卖几千块钱，好，来，直接头下点只，凑凑几包。你看人要吃这個那个花枝牌哦，这花枝牌做好吃哦，这两个真正的两好吃啊。啊，你用气炸锅买啥？气炸锅，这个要三袋哦，百五。这六袋三包，唔免三包，唔免皮啊，这两个小花真正做好吃哦，一包嘞。来来一排啊！你若要吃花枝牌先买，你若要一包，我加一袋哦，你我加两袋哦，你我加三袋，我加四袋，新加钱的人加一包嘞。来摆一个。来，这两个吃花枝海鲜牌哦，一百块，你吃。来摆哦。一百块，两个吃花枝海鲜排哦，一百块。四条的你五条，十包哦，六条哦，七条的你八条的你九条十条，够两个来无？一百块无？来摆啊！来一百块，两个先的无？一条一百，两条一百，三条四条五条六条七条的你哦，八条九条十条一百嘞。一包。够，我吃花枝海鲜排无？一百块。一百块，两个先的无？一包。有啊吼，来谢谢。哇，你有心啊！上面讲 OK。OK 上面啊，我今麦来花了，无客气了，卖去啊！哦，我来花了，你钱无了，卖都去啊！来要讲 OK 两包。来两包，来一个。无客气了，卖都去花啊！无客气了，卖都去了，两包了。两个，三个。来一个。我今日给你升级啊！你袂用升，我嘛无法当。三个，三个。我要替你升级，你不要升级，我嘛无法讲，安尼好不好？来，谢谢。小翠，你卖哦，你先用冰甲红色的卡，我卡那坐起，我昨天我即摆开始卖伊啊，贵个老公好。好吃个啊！你吃个啊？三个四个啊？你也无讲，做啥？做啥事啊？对。做啥事？我拢卖四百三百啦，啊，我做一个了，三百两百，恁等下真正的三个嘛。对啊，这个七十了。来七十啊。到了咯，到了咯。我一张口罩了，那最后这个七十上面。七十不？来啊！小树，你先换水，我去包了。你先换水，我去包，无一杯水煮垃圾。你要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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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即个就是野生的，你即买只要是全台湾省的菜市啊，看到即个你甲买动的，即个一定会害人起来。我来讲即个是啥？即个就是鲈鱼内底上高级的一只鲈，叫七青鲈。看到这个，七点时阵叫七青啊。即个动的本来一种料理，让你饿了，甲你会得钱。即个动的你讲加大煎的、干煎的。今天你要食即个海鱼啊，我卖花五百，卖花四百。新客钱的人给三百好不好？来三百啊！有人要吃海鱼啊不？来一个啊！两个海鱼啊不？这外海鱼啊几多？有人要吃这尾海鱼啊不？啊，这我再讲一届吼，这尾你伫全台湾省的菜市啊看到，这尾一定是海的。鲈鱼啦，饲的无可能，这个物件要甲股价了钱的啦，安尼知影无？好钱啊！来两个啊！这来用饲的啦，这来用饲的啦，安尼估计就了较痛苦啊，无一个口价要了钱的啦，所以这个物件拢是为害人掠起来，才会安尼啦。我来讲哦，几个？来两个。三百块，人要来无？三包。这尾海鱼啊，你当然甲打针了，你食到伊，把你惊到，你一世人毋捌食过七千哦，真好食。
你一世人唔捌食过，三头无，啊两下啊！你一世人唔捌食过四千五，才好食。你若相信我，你拼钱啊！三百几个，来两下啊！我来讲，弟弟，我搁就现着一个人给你个钱哦，我。这个海的唔是你看到遐足侪钱，就一只只不时来只拢买着，菜只不时买着买着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安尼。海的物件哦，都就低调低调。鸡条，咱今摆钓鸡有低条，咱今摆钓低有。这两物件船啊出去钓，这两物件有逐工有，无可能。我甲你讲，我讲到咧，搁一个人买你饲我，三百我买。三百，我今用这种上市的，以后你当个钓爽。三百块搁一个。三百。八个了啊，今摆收三个，我要搁招一个，三百块啦。两个。来两个。我叫恁客气，客气，你实在真正哦。一尾虾鱼啊，你甲切清看嘛，你一死啊，莫做过这个路啊。你一世人拢是你食啥食食，一日困难迄个七节路啦，一日困难你知无？你食者无同个，即喊你几时有啦？真个啦！两个，哎，两个啊！三百块搁钱来啊，胖个啊！两个啊，胖个啊！再过你哦，三百块上面只三百。两个啊，两个啊！我一尾海鱼啊，即免抬啦，即哪来抬？你来收到啦，三百来啦！三百，几百个你啊？几百个来啊？三个，几百个你啊？几百个你，这免抬啊，这哪来抬？几百个来啊？几百个你啊？来两个啊？来三个啊？斤，斤两三，两个。三个，我这个好啊，算了算了，四个啊？三个啊？没有了，四个啊？食只海鱼啊，看嘛，你斤多少个？再煮。无啊无啊，系无啊。搁少个啦，搁少用蛋啦，你用较少个，你用减减几尾啊？你几个？我三个，拢好难。四个。我四个啊。我来第一个先啊，来只。第一个。四个啊。系我四个。最后一个两包。系好啊。我无来送我一个两包。小心咯。来开始。来，大哥家。你搞咩只赤章？有哪边有赤山无？小志，把你的水，你这先把我抢抢啊！这个加一个便宜的水一点，全部包十个啦，全部都包十个啦。来啊，姐，你给他讲一届啊，叔叔，咱做不了，再搞一届。我建议唔错，咱唔好再讲过，你给他搞一届，我叫他叔叔，咱再搞了。姐，你给叔叔再搞一届，我弄了，我叫他弄了。姐，你给他讲一届，就一箱包十包那就对了。那，你弄弄。我是甲你讲，赤章甲靠近有人要来无？赤章到人要食赤章，上高级的鱼啊，赤章。无，好来，赶紧。来，迄、那个家某来讲，咱来看咱的。好来。嗯。好，箱子好，你来几个开始甲收啊？对，迄个收啊，第二卡。叔叔啊，讲我伊唔捌甲教过我，你啊教一届鱼以后就好，迄其实我嘛无啥物功夫。来，上最先卖包你先起来。你是卖包，你先起来了，是你虾啊？我知影，你是迄个水，你前个水一定冻袂掉，你手头一拔起来，迄边一定流甲规个足严重个哦。你先去帮我处理一下，我去。到人要食虾啊无？到人要食虾子？虾啊，到人要食虾啊，我最后只虾啊甲卖袂好无？啊，我先卖先无同，我来讲话咯。好来。到人要食贡丸的乌鸡巴，三百块。无人要买贡丸，先给钱一百了。来摆啊！有人要贡丸无？一百块。一百。贡丸有人要煮的无？一百。有啊，还要收着。收着。我再收。一百啊。一百。好，恁的一百块，我叫小志去包给你，好不好？来，改名做恁亲弟姐，姐你回来吗？我过来，我要食啥？你啥物料落？啊，无你是迄个啥物？鸡块。对对。鸡块摆两盘。我摆只落。好，我过来，你要啥？我要啥？甲你讲。好，甲你讲，甲你讲。我要食啥？甲你讲。你啥物包？我过来两包。你无要讲啊？你要讲先。单单讲一个。单纯讲无好啊，一箱包做十包尔，无啥物味道的，安那？对啦，哦好啊，你过啊。小猪，你有迄箱冰晶包包十份安尼好啊？来啊，迄个我来要食三支的，咱来看咱的好不？
料理料我就袂好啊，但迄种就是啊，我若袂料理鱼哦，这个是料理鱼哦，这料理鱼当然咱个正常料啊，这大部分拢冷啊，全部规个拢冷啊，你若要吃卖三包嘛，卖鱼啊个话，先加钱来啊，两百块嘞。啊，两百啊。有人要吃料理鱼无？两百嘞。两包。有人要吃无？我十只给你啊，我卖给你换三百，嘛卖给你换鱼啊，换两百了，两百，两百，这两只够你，这四只够你啊，这六只够你啦。我讲真嘞，这八只够你啦，这十只够你啊，三百嘛要鱼啊，五嘛要两百块嘞。两百啊，两百有人要来无？两百。两百哦。真正嘞，之前的上好吃的两百块嘞，够有人要来无？两百。两百。两百够人要来两百。两百，都有了。到人要买一百块无？一百块。四百啊，四十啊。人要买一百无？来呀，兄弟！你边仔的萝卜糕我袂好。到人要食菜刀粿。这港式萝卜糕啊，那你若要吃，卖三百卖二啊，我两包哩，两包你来买袂着，百五哩。哎，百五咯。两包就三百块无，百五。哎，百五。百五，两包吃两包，百五。四个人在买，了钱哦，各位。先给钱的先赢，卖起计少啊。这老主顾无一个唔知，我这两包卖百五，这纯粹头的啊。